是吧？当然没事，没事就好。那个，请问你知道人武学院要怎么走吗？那不就是我们学校吗？追随无知脚步即可。谢谢你，好心人。那边有什么东西？那个是闪光，就是现在。原来陈令人也每天做这种体能训练吗？看招！人家的魔法术不小心掉下去了呢。是你们的东西掉下来了吗？我给您放这儿了。请问那个接下来该怎么走？那个新望系统第一个路口左拐，下一个路口右拐，就是望系之后怎么走来着？那个，请问这里是人偶学员吗？城里人都这么热情的吗？好舒服，要不直接把他办了喵？交给你了。这位同学，你这针灸刮痧的手法不对啊。我曾有幸和师父学过几招，就让我来帮你们做正宗的针灸治疗吧。治疗之后会很舒服。看来别的同学身上也多多少少有点疾病了。发生什么了？你们把我送到这儿，死是入侵了！终于要打架了吗？是极限的研究材料。少侠保重，小的们就送到这里了，喵。大家也都保重啊。死士们，给我放马过来。什么？那是真的，我没骗你。原来你也是这个学校的呀！之前真是太谢谢你了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。这次你可逃不掉了，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。好心人，你没事吧？好心人。